想問你，德哥，你今日咁樣要咁樣望個鏡頭咁樣影嘅？嗯，唔好望望邊度啊？大佬，有啲咩特別原因咧？係喎、啊，我哋今次開箱係錄影嘅，不過後邊好多即係有現場觀眾啊，現場觀眾嘅。哇！好奇咯。You are watching Hoy CV。好 cheap 嘅啫，換句 AV 係啦，係開咗波啦，開咗嗱頭先嗰句一定要播翻出嚟，大佬真係好換句 TV 第 X 季第 X 集咁啊，特別篇咁啊，今次要介紹嘅就係呢一個千直鏈，其實都出咗一段時間，不過永遠都係冇乜時間拎出嚟爆嘅。商界帝王，唔知道大家有冇話特別玩機戰 OG 啦？咁啊，黐線嘅地方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個價錢咧，唔知點解。G 分得機子咧，雷門戰機竟然可以上到兩叉幾，同呢一個主體 Compatible Kaiser 係差唔多價錢嘅，咁可想而知呢一對嘢其實個受歡迎程度都相當高嘅。我想問你，德哥，你今日咁樣要咁樣望個鏡頭咁樣影嘅？嗯，唔好望望邊度啊，大佬？有啲咩特別原因咧？係喎，其實多一句，今日影你哋得唔得？今日我再重申一次，今日我哋今次開箱。是錄影的，不過後面很多即是有現場觀眾的、現場觀眾的在這裡衷心多謝這麼多位、啊、竟然會千里迢迢來到這裡看這些麻甩佬在這裡開箱，這些男人的浪漫咯。你這兩隻東西是同時出的、不是先出這一個、Compatible Kaiser 跟著先次出這個 G Thunder Gate 的、okay. 所以我反而想介紹了 G Thunder Gate 先。Box Art 無論是這個 Compatible Kaiser 也好、G 雷門戰機也好一些新意都沒有的，都是有本身的主體和一些玩具在後面，不過重點都是你見到大張老師這麼有張力的畫面你都沒什麼話說的了。那是他畫的？是啊、哦、是特意為這個玩具畫的。我不敢說，因為有我覺得有機會是，不過其實你說cap 當年畫的時候都不出奇的。有沒有寫？如果是有寫他的名字嘛，這個是他是嗎？ Masami Obali 是不是他？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敢亂說啊，大佬真的。那時候 OG 買 game 送了一本書，應該是他設定的。都是他設定是大張再加字田，我沒有記錯的話，有錯就請更正了。Okay, 好。你這些永遠不會背書的，是靠記性的。好啦，咁啊盒，我哋一向都唔講嘅。好啦，翻嚟啦，先搞只啊麻煩，係你照開得噶啦。我照開啦，你講先啦。先搞只 G 分一擊先，點解會成炒到2000多銀咧？嚇、啊！我係唔知嘅，但係點都好，起碼睇下只嘢係點樣先啦。係好細只，係2000多銀啊呢度。1000多銀嘅啫，原價就。炒到2000多嗱，所以都係我哋係唔鼓吹，亦都唔鼓勵炒賣嘅活動嘅，亦都無法阻止。係、啊，哇，幾好，即刻甩咗。嚇、啊！哦，解體。我哋都係唔鼓勵炒賣嘅活動嘅。冇炒噶啦，嗰、那個已經。冇炒都係咁樣啊。4000而主持人係有持有嘅。係、哦，哇！一講嗱，呢啲就基本上係大家好開心見到嘅情況咧，就係、是、一開箱咧。我冇乜點玩過，就見到佢甩咗出嚟啦。哦，佢唔係 suppose 係咁噶，佢應該係膠水。靠 A 膠啦。如果有 A， 現場有 A 膠嘅話，你都不妨可以俾一俾我望翻，即刻可以黐翻佢。真係有喎，真係啊。O K 喎。嗰個喺個麥度。陣間先啦。呢一個就係商界帝王嘅頭。哇！你攞你攞。係轉頭用嘅。我哋繼續睇翻轉翻一機先啦。整隻嘢就係咁多，係咁多嘅啫。咁我大概轉一個圈俾大家睇先。高興其實可以自己碌上嚟望下架嘢發生咩事。好啦，如果需要啊，好。阿成，我即刻幫你黐啊！而家等我，寫我手安全。信我唔過啊？唔係，係我嗨咗咧，我冇特別顧慮啊。我哋見到個 size 就係咁大啦，一隻手掌。點咗落去嗰啲個尖頭唔會整到睇睇個背面。小心啊！喂，呢啲就係玩具 TV 噶啦，係我哋唔會對於件產品有啲乜嘢即係掩飾打呢路路，你開出嚟就係咁，就係咁。
有冇？冇。因為本身佢插榫口啫，你基本上同一般嘅手板或者模型去砌冇分別，所以安全嘅。好彩 QC 唔錯。咁啊，千值通常都好啦。咁啊，本身真係話要玩，淨係講 G 分一機啫，其實就唔多花神嘅。咁佢零零四四，其實成件嘢咧係積木嚟嘅。我重申係積木嚟嘅。點解咧？起落架或者叫腳啦，就係、是、直接。呢個可以拉翻出嚟，方便翻你掹。影埋你電話，睇緊鹹嘢喎。喂、欸，俾你食穿咗添，證明啊，德哥仲好健康。係。呢一個就已經係傳說中嘅降落形態啦、嗯。不過記緊，呢啲全部係有機會花嘅，所以你縱使係一個降落嘅形態咧，你都係輕輕咁樣放喺度就算啦。咁但係就咁睇咧，靚仔嘅，下邊都跟住一個專用台座，不過我冇打算喺呢個時候開啦。即係千千隻鏈嗰種專用台座咯，係啦，呢個玩具嘅專用台座 ，good 係千隻鏈嘅專用台座。有樣嘢要讚嘅就係千隻鏈本身佢大部分嘅產品嘅 QC 都幾高質素。咁今次大家有玩開呢個 OG， 咁呢個 G 雷門戰機你會見到佢嘅紅色一種好光澤嘅處理啦，無論紅色、金色。甚至是黑鐵色都很靚和很反光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見到本身其實它用了不少透明件去將它一些晶瑩通透的設定完全地表達出來，甚至一些藍色的邊都很 sharp 的。好了，那這隻東西有什麼玩呢？剛才講了本身其實呢一度可以拉出嚟，調校翻個形個角度啦。幾靚仔喎，喂，靚好多頭。另外，任何嘢都係拆件變形嘅，我講過噶啦。咁譬如話佢支炮仔，咁我就建議掹翻出嚟先。咁呢一度就真係要有手指甲的話咧，就可以慢慢慢慢咁樣哦。哎呀，放心，飛得出嚟嘅。應該跌落呢度好睇啲。頂你！自由落體啊！係啦，又自由落體。咁啊，拆咗啲兩件白色件，佢都幾還原翻以前我哋細個玩玩具嗰種樂趣啊！係就係拆嚟拆，就係拆嚟拆去。而家嗰啲通常都要做到一體變形啊！不過你問我咧，變形啊嗰啲咁樣，我自己嚟講其實我就唔介意拆件變形嘅。有好多人就好抗拒，但係即係你還原到嗰、那個。即係成件嘢嗰個外觀咧，我其實就真係唔介意嘅。驚佢鬆嘅，掹得多啊！冇錯，係啊！我哋啲好老實咁樣反映件嘢咁嘅情況喺邊度？不過有道好咧，都會講講就係話佢其實雖然呢啲即係差唔多款嘅件咧，佢其實喺個接口或者個榫口位咧有唔同大細嘅，所以你係唔會裝錯，你只會裝唔到，但係就唔會裝錯嘅。係啦，咁啊係其中一邊用咗大炮模式啦。好，咁跟住我又望下有啲咩嘢玩先。跟住我又拆翻佢出嚟，或者呢邊啦。本身成隻翼呢一個位可以甩出嚟嘅，作用係除咗變形之外咧，佢亦都有其他嘅部件，譬如話。導彈發射器，咁你就可以睇到兩邊嗰個分別啦。裝咗磁軌炮同埋開咗呢一個導彈發射器，其實正常嚟講佢係可以做到成件嘢咁樣掹出嚟，不過佢就用咗換件嘅方式，相對性就比較簡單。不過可換性嚟講就麻麻地啦。因為如果佢做內藏咧，就個。其實即正常一件玩具可以做到，但因為它又要變形，又要同個機械人合體之後，我相信就會複雜很多。係，咁當然啦，可能生產方面就住個價錢，佢亦都有concern，不過呢個後話啦。咁亦都麻煩啊，係監製影一影翻，其實 G 雷門戰機包啲乜嘢嘢咧？咁嗱，其實坦白講，如果純粹講玩部 G 分一機咧，我玩完㗎啦，其他包咗嘅件。
一陣會有啲乜嘢用呢？咁我可以轉頭先再同慢慢大家解拆解拆嘅。我依家就真係拆咗佢先啦。你留啲時間合體喎。冇錯，所以而家剩翻落嚟嘅時間，我係想直接介紹，都聚首喎。商界帝王有啲重量㗎嘛？喂，其實呢套動畫叫咩名字？我冇動畫。啊，都唔係有動畫，不過當其時冇出到《商界帝王》。哇，好彩我記得啫。你講機戰啊？有冇 OG fans 啊？係啊，機戰有動畫，有動畫，但係冇《商界帝王》。冇出，好似冇出過呢只。係冇。創機係啊，係啊，唔係唔可以叫原，你 OG 全部都原創嘅。咁、但係《商界帝王》，因為本身佢都係我冇記錯係 OG 二嗰陣時先第一次出場，咁所以變咗喺 OVA 或者呢一個 TV 版嘅動畫咧，都冇特別出過《商界帝王》嘅，有啲可惜。好啊，我哋騰開一二個，即係一個遊戲機嘅遊戲機體嚟嘅。係啦，轉一個圈俾大家睇先，唔使擺 pose 嘅，基本上呢只真係就咁樣，你會見到大張老師嘅設定咧係黐乸線，佢特別千隻鏈，佢可以將本身大張嘅設定咧可以。無論曲線也好，直線也好，或者很誇張的線條都好，它都可以很忠實地表達出來。都是那句，我們這些驗屍官其實拿著千隻鏈的玩具呢都很少會出聲的。剛才架 G-Fun Gaze 它的翼那裡其實都有少少那些毛粒點，但是就總算不是話太大影響，但係呢一個商界帝王本身，我就真係唔係點見有啲咩問題。除了你一開盒嗰陣時候就見到成隻角飛咗出嚟之外，我托嗱都唔錯。咩叫毛粒點啊？即係噴嘅時候黐咗啲塵點咯。嚇，黐條毛落啊嘛。有啊，真係有。梗係有啦，我哋呢啲好如實報導嘅。咁你都見到嘅。反光的嘛，一會咁你唔記得突出嚟咯，最鬼嚇人憎啊！呢啲嚟講，我見你啱揸住佢喎，腳踭好似都喐下喐下。喂，慢慢講。呢件嘢其實我相信同大家如果有訂到大讚卡有冇啊？有冇人訂大讚卡？應該差唔多曬，或者大讚卡會高佢少少都唔出奇。咁但係去到呢一個 size 嘅機體咧，聽唔到啲聲？你齒輪關節咯，係咯，最中意聽呢啲聲，係啊，好舒服，好治愈啊，咪就係咯，有咗好穩陣嘅感覺，係呢啲。哇！一係咪打下口聞到浸天那水味啊嘛，冇錯，有啲油咯，有啲油。兩個都係油漆嚟，佢係全隻都係棘輪式關節，因為本身佢個 size 比較大，所以變咗佢任何。嗰啲主要嘅關節位咧，承重一定係唔講得笑，所以全隻係全隻，我諗一啲主要嘅關節全部都係用咗激輪式，所以玩嗰陣時嘅感覺係好正嘅。咁啊，真係喐下件嘢啦，因為多一句玩千隻鏈嘅嘢，一定係玩個可動性。頭呢個點解會啊？係試一試先。我有燈嘅、本身佢其實兼力就唔多嘅，咁但係佢嗰個必殺技咧係絕對可以重現翻出嚟。後邊盞燈嘅燈位就呢度啦。哦，即係開關喺嗰度。就咁撳啫，撳一下。係啦，咁啊入電位好搞嘢嘅。頭唔使擔心，直接因為佢本身個頭咧就用咗儲式同埋要換嘅。所以變咗可以安心啲掹出嚟都 OK 嘅。掹出嚟為乜咧？呢、這個就係入電位啦。佢本身有電喺度，還是你自己入嘅？自己有電嘅。自己有電。係啦，我裝翻落去先啦。咁你會見到本身其實望埋個頸嗰個構造咧，佢呢一度其實有個波裝位嘅，咁變咗佢向前或者向後都冇問題。咁呢個就睇得清楚啲，而因為本身將來即係話，即係一陣咧都會有換頭嘅動作，所以變咗佢其實因為淨係換呢一橛嘅啫，咁所以佢呢一度就係一個比較大嘅榫口位，
刻落去就係唔會話特別好實嘅，所以變咗你掹出嚟嗰陣時候都唔使太擔心，啲 A 膠水都乾曬啦。好咁啊，喐翻先啦。咁佢有一樣嘢幾窩心嘅地方咧，就係因為你見其實佢個招超必，即係好似 Hell and Heaven 咁個招咧，點樣出咧？佢心口咁 Q 大個，其實原本嘅設定咧係咁嘅。我係咪喐得好快咧？嗯，我喐多次。當你如果有需要做呢一個 Hell and Heaven 嘅動作嗰陣時候，第一呢一個組件可以拉出嚟，跟住向前對接，你就可以見到個分別嘅。咁為咗一陣，既然都係攞嚟玩嘅話咧，我都會將呢一個心口嘅，我叫心口個夾啦，就做翻呢一個形態先嘅。好啦，咁啊頭其實就冇乜特別嘢，咁啊都係左右啊上下咁，但係就個幅度唔算大嘅。要睇嘅就係上臂，你會見到其實佢向前喐呢一個關節好緊要嘅，因為佢一定要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雙拳合十呢一個動作，所以佢嗰個膊關節、膊頭嘅關節就有咁嘅設計。這個轉頭先玩。肩胛可動幅度不算大，不過你會見到在這裡就看到它的內構是怎樣。而本身整件這個雙界帝王呢，我自己最欣賞除了它的外形處理很好之外呢，它那些藍色的水晶位啊、綠色的水晶位啊，全部都用了透明件，還有它應該打了銀底在這裡，所以變成你的光射下去就會有一種很華麗的感覺的，好似自己發光，係啊，同埋聽到啲咔咔聲啊，好自然。咁啊，膊頭其實本身呢一個位都有機會會頂到個肩胛，咁所以變咗你每一個位喐嗰陣時咧，最好就係望清楚你先至好喐，一般都可以去到九十度嘅。咁當然啦，呢度亦都有一個橫軸，聽到咔咔聲嘅。除了靠上臂這個橫軸之外呢，因為它有招鐵甲飛拳，所以它這個前臂位也是可以轉的，即是可以整個拔出來，是的，轉之餘就當然可以拔出來。但它沒有效果，飛拳沒有效果見給你，沒有，就是自己加聲，是的。好了，既然都拔一隻手出來都不爭在，可以看回本身它這個手指的關節啦，可動手指啊！sorry， 其實我是想整個 V 字手勢嘅，不過就手啊笨咗少少，係啦。但其實背向的 V 字手勢都是粗口嚟，係啊，手語啊。係，咁你見到其實佢嗰個手指的關節的設計咧，基本上都是由球形關節同埋正常的一些打了裝的一些關節去組成，變了它其實除了本身每一節可以動之外呢，在這個第一節位那裡也都可以有限度地左右動，而且它那個塑膠得很好，所以變了你動的時候其實都挺實下的。最近的公司做的可動手指都進步了很多，是，而且也都坦白說千隻鏈在這些都沒有失過手的，暫時也都不想失手，當然。那手腕來說呢，這裡應該就看得清楚一點，除了本身這裡有一個上下可以扭動之外，這一個手腕位也有一個可動關節的，所以手腕的活動來說就比一般的機械人就來得舒服一點。插回先，還有沒有其他手型？沒有，只有一個重點，還有一個手型是給你可以拿劍，是的，不是說它拿不到，不過你用這個位置就會實很多的。轉頭說，當然還有 Hell and Heaven。 好了，腰又怎樣呢？腰要動的話，其實另外一件事要留意的就是它這個肚臍位都是可動的，打側看就看到了，
零零舍舍做了一件件，有一個上下動的關節。咁當然你喐嗰陣時咧，我就 recommend 你預先拉定呢一個肚臍位落嚟先。咁你就可以喺側跟嗰度見到佢嗰個可動係點樣啦。哇！好攰著。你會見到係兩格嘅，一、二、一、二，向後又點咧？向後是不得的，因為你會看到本身這個位置已經頂住了封口的背肌。當然左右其實就沒有特別的，因為都是靠回hip和腰那個關節，而你都聽到很自如。有沒有左右扭？千直鏈的玩具基本上你這方面都是不用擔心。它有一格，全部都是棘輪關節來的，所以很實。一格而已，是一格而已，不多的，一格。但是你卡實了你就不用指意，即其實很穩陣，很穩定性。是啊，所以我想大讚卡如果有訂到都真的不用擔心，應該都很實正。好了，那腰又玩完了。另外反而一整隻東西的重點呢，我就會留它在個 hip 夾那裡。大家看到hip夾這個位置其實可以拉到很開的，如果就這樣拍的話，我相信都可以看到本身其實它那個hip的造型是怎樣。前面側跟這一組有一個波頭，就可以上下左右這樣動，還有動的幅度是很大的，還有很實。側跟變斧頭嗰陣時都有用，所以變咗呢一個位置其實可以掹出嚟轉頭玩。咁你掹咗咁開有啲咩作用呢？都唔使多講啦。喺側跟你就會見到佢呢一個盤骨位或者hip位嗰個大腿嘅關節，同其他嘅千直鏈或者係 MB 嘅處理方法都一樣。你會見到有一條軌可以拉到落去弧形，令到佢除咗本身呢一個大髀的可動關節之外，就會多了一組可以令它拉出來踢得更高的，即是又是這個動作很高的，這個人很喜歡這樣玩，他任何機械都是做這個動作的。出入金魂反而未必得，係佢當然啦，亦都即係歸功於本身機械設定嗰個玩法嘅。哇 ！K 到啊！喂！哇，好奇怪，他專門做這些事。好了，那給大家氣氛，沒錯，怕大家睡嘛，大哥齋說。好了，那當然了，你會聽到這些很治癒的聲音。膝頭哥上和膝頭哥下有一個蝴蝶關節，所以因為有兩組的可動的關係，這兩個棘輪式的關節配合之下就可以做到這個對接的效果了。同埋你會見到它向外抹，哇頂啊，真的不說得笑，個幅度都很高，同埋每一次都聽到咔咔咔的聲音。它的小腿這麼粗，但是為什麼可以接？OK，兩個，我在後面看，原來都是90度多一點，這一組和這一組。Okay. 當然了，腳腕，哇，正，這個是一個波頭，有需要的，它是比較可動性來做，是的，是個波頭來的。除了本身這裡有一個波頭之外，你會見到這個腳腕位亦都做了一個關節可以向外伸，有這個需要嗎？它做多給你挺好的，因為它本身你在動的時候你可能有一些 pose 要擺，或者你本身的腳有一個即比較大幅度的彎曲的話，
就有咁嘅需要啦。所以成隻腳個腳腕嗰個關節設計其實睇得曬嘅，左右啦、前上下啦，哇！上下可以變到咁樣啦，向前啦，完全唔需要擔心有啲咩阻礙。好啦，要合體咯喎。係啦，咁啊要吹啦。好啦，咁啊合體就相對簡單，因為多一句本身玩千直鏈。特別是 O.G. 呢個系列咧，佢唔會有啲咩好複雜嘅變形，全部都係呢一個換件變形嘅。所以我留翻正啲關節先啦。佢合體呢一隻冇嘢要除噶嘛，主體一就你一知啦。佢其實有少少啲多餘件嘅，咁啊變咗亦都冇特別話就住啲多餘件有啲咩好。好獨特的處理方法，不過重點就是當你變完之後是靚的。好啦，咁啊，俾翻個正面大家先。正如頭先所講，第一件事係啦，成抽俾曬我得嘅 ，thank you。就是換頭，冇難度地掹起，跟住將頭先用 AA 膠黐完的頭。擺翻落去，咁就成為咗呢一個商界帝王嘅頭啦。跟住重點，首先要做嘅咧，就係將佢背脊嘅接駁位處理好咗先，就係掹出嚟啦。G 雷門戰機。廢件就是個機頭，跟住就同佢狠狠地拆件啦。頭先本身嗰個起落架，即係嗰個鷹爪位咧，就係嗰個接駁位嚟，所以你都係要拉開咗佢出嚟先，跟住就掹埋出嚟，就換翻啲兩件嘅組件上去。咁頭先原本喺呢一個機頂位嘅外掛件咧，就可以而家又再多用翻啦。結合啦，冇難度嘅，即係純粹即係榫口駁榫口嘅啫。大結果啦！咁啊，將兩個磁軌炮嗰啲組件裝完上去，同埋嗰對 mark 咗出嚟嘅翼。哇！即刻答到你，即刻答到你。唔係話對翼喎，但係吸咗上去之後，再試另外一樣嘢，跌多嚿先。玩具 TV 呢啲咪好睇咯。即係佢呢個係就咁啫，所以比較。你係講緊個背脊嗰對翼插咗落個主體實質啦，但係佢都實嘅，都實嘅。但係佢呢度忽略咗。呢一度就唔實啦。其實佢呢啲設計我真係講好多年啦，就係當你知道你係有機會跌咧，其實你應該借用少少地心吸力，佢譬如呢啲咁嘅鐵殼真向下拉嗰啲咧，就一定唔會跌咯。但係咁佢會花啊嘛，即係如果佢全部唔係佢後面嗰度冇 coating 嘅，佢兩個接觸面嗰度冇 coating 嘅，係啊。磁石又貴咧，其實未必得。喺呢一個情況上，其實最穩陣就係一個可以拉落嘅 L 位噶啦，咁就唔會跌咯。同埋磁石佢又要計究竟佢幾重啊，即係未必嗰個重量佢承受到。好多時候哇，答曬你嘅問題啦，係咯，答曬啦，知啦，有答案啦。冇錯，我哋唔會掩飾答曬。佢呢個都係就咁插嘅啫喎。係啊，冇特別嘢嘅。最落啫，我相信。未夠兇狠啫。係啦，跌到。但係呢個就真係係咁咯，呢個就插到盡都係咁樣。即係永遠一個矛盾啊！究竟係造型優先啊，定還是係要完全變形咁樣？細個就完全變形，造型優先。所以而家有好多有啲其他廠都係㗎，
你完全變形，但係我再俾造型優先嘅件嚟冚落，聰明咯，型就非常之型。外形我就冇説話講噶啦，真係好型，係他媽定型嘅。我嘅類似 masterpiece 嗰架，廿幾年前咯，係啊，但係翻翻會變黃嗰陣，但係嗰架係靚。唔係咁冇辦法，變黃呢個係定律嚟嘅。但嗰只係靚到，爭在邊間廠捱得落去啲先變黃嘅啫。完成啦，成隻完成。外形就唔會好講，外形真係一流，外形真係一流啊！咁啊，最後都係要提一提大家嘅，本身因為始終佢有翻咁上下重量之餘，合金控係會加分嘅。不過玩嗰陣時特別要留意翻嘅，最重要嘅就係呢啲位啦，好容易會撞嘢啦。兩邊的夾位又很可能會撞嘢啦。當你喐呢一個上臂嗰陣時候，又很可能即係好大機會會撞嘢啦。咁變咗其實玩嗰陣時候就逐格逐格玩，同埋留意翻你喐嗰陣時候會唔會有啲乜嘢即係夾撞夾嘅機會咧，咁就最安全啦。好啦，咁啊今日介紹到呢度，轉頭上主台。Oh hi, John Chung Kare Lai.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私が倒します。ディナー